么样的修炼成大主播？现在粉丝很难留，对，一定要注意好好维护。每一次直播准备，凹造型，准备好直播内容，维护好粉丝，维护好消费者，然后你就是神一样的存在。大家好，我是雨林，看到看着你们这个。Without anyone noticing, it seems that live streaming has become the hottest online trend in China. 一台电脑、一个摄像头、一副耳机、麦克风，就可以在家里进行网络直播。吃饭的、唱歌的、打游戏的、逛街的、搭讪聊天的，无所不有。一个网红一个月可以挣十几万、几十万，甚至是上百万。